Hello， 新番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吴谨言。Hello， 新番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凯。时尚、复古、经典。是吗？干练，不太笨。你挺有戏啊！被你带入。简单、优雅、大方、气质。复古、酷、潮。就是工作变多了。我以为你说复古呢。是吗？对，就是工作加多了，还是很开心的，因为就是很幸运这部戏大家这么多人喜欢。对，我跟他一样。对，谨言这样的吧，我应该是开玩笑的。我是璎珞，现在喜欢那种温柔啊，然后大方，然后善良、孝顺，什么大方？大方不算，善温柔、善良、孝顺这三个关键的。我觉得我喜欢的其实复古，跟今天就纪梵希的这种主题很像。我觉得就是有主见、有态度，对，有自己的想法。大肚皮色线，五热线。水果的吧。脸小，眼睛大。你可拉倒吧，你眼睛更大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共同的优点啊。我觉得是我，因为我去了纽约时装周嘛，然后因为一直在工作，那天有一天没有工作，就在街上去买东西购物，那种逛街那种自由，觉得好开心。有幸参加了纪梵希的活动，在商场逛街很开心。对，以剧中的身份来说，想先试试在现在啊，就魏璎珞到现在会是什么样？不行，现在很危险，可能活不过两集了，因为没有皇上了。那不一定。现在，我可能会比较喜欢清朝吧，就还是。新的时代，乾隆，因为我觉得好想感受一下真实的那个时代是怎么样的，是有多辉煌到底。对，贵妃。我也是贵妃，好巧哦。一起飞吧。你有双吗？买鞋子要他要那球鞋，就比较喜欢球鞋，然后还有这个，他已经入手了。纪梵希的新品低帮的鞋子，复古鞋。香水，有香水控，然后纪梵希的香水也有好几款。